位弟兄姐妹从座位上站立，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。知道你一直都在，不能明白
荣耀的掌声归给你。主啊，你一直与我们都在。主啊，谢谢你一直与我们同在，在这动荡不安的时代，在这个使人心慌乱又不安的时节，主啊，谢谢你一直与我们同在。但在这个时刻，我们更要安静我们的心，安静我们的灵，来到你面前，谦卑的来寻求你。主啊，你的爱是如此的长阔高深，你的爱是如此的永不止息，你的爱就是这样子毫无保留的来充满我们，让我们此时此